天哪，这首歌。阿辉。哇，好烫，对不起。啊。啊，过来吧，来太前面。还要开始拢车，这时候在这个地方，喂，这小嘴炮，没有嘴炮。哎、欸，又把我打到水里，水里哟、哦，好烫哦！死了！要爬起来！哦，不，七七了！谁要注意点啊？往里面躲！哇靠，断不掉哎、欸！哇靠，咋的？怎么掉？要跑了，换地方跑。嗯。那石头要不要先回去拿那个？啊。好了，先帮我吃一波吧。你们现在缺什么、啊？就也那药品吧就好了，像鬼巴扎骨啊、麻痹骨啊、爆炸骨之类的。如果给你们吃鬼人药大的话，还要吃鬼爆炸骨吗？人药大了。对啊，我一直、啊、不要了、嗯。没有没有，鬼爆炸骨一定要，那是体力的。耐力啊，但是一定要吃的，那只不用吃爆炸锅而已。你说鬼人分成了、哦，吃啊，有很多啊。摔死了！打的，好喽！注意啊！身后。还没有熄灭，没关系，还可以回来。没熄啊。嗯。
这个有可能会吸。没有。吸了吸了吸了，再抽三。对的。说里面点。到西藏了，摸个刀。快倒了，这样鬼鬼帮我。我这准备好了。快倒了，你准备好什么？快倒了，鬼爆炸菇。感谢感谢感谢。我准备好开打而已啊。好了。打他翅膀，天哪！好吧，那走。小心哦。这里。走起！哦，餐桌来了。再补一波吧。走，开打。好了，走。嘴炮，哎、欸，注意嘴炮！这个肯定是地震，嗯，注意啊，会肯定会吸啊，没事没事，要死了！天啊天啊，我有危险！这个，吸了吸了，死了！坐地能吸。
好吧，那我去。哎，徐静，好啊。要不要先回去呢？我去拿补吧。这边摸刀，摸一摸。上面没有，他在上面，他没有走过来。你有吃尾巴照，尾巴照顾吗？走了。切！哇哦，真是太棒了！等抓龙来了。我刚穿上我的转身衣耶。可以啊，两个剑客，三个剑客，一个龙女。今天把全部东西打了，一颗宝玉，一个英雄麦斯，斧头人，一颗。十四四痕迹哦，有龙脉石的，那是你的东西。可是弓要几个啊？弓不是要两个才能用吗？要看，看要看阶，看哪个？看你弓的等、哦。好吧。如果是你，如果是说你的那把雷弓的话，要两颗，要两颗一般的。看一下装备，再准人家看你的。看这一套吗？哪一套？他刚刚打的，应该是这一套。上的、啊。